欢迎朋友们来到红龙哥直播间捧场支持。现在是咱们直播间啊安排的50000元东奖金的比赛，一批成龙，二批大口。现在是2020年5月1号晚上的9:44了，马上到10点钟了。这场比赛是第二轮比赛 ，A 组的比赛。我们看看接下来这场对局啊，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到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，给主播点关注啊。目前的话是成龙对大口对局。刚才是赖霸1-2输给了小孩，那目前 A 组还剩2场比赛， A 组打完就是就是 B 组的比赛。成龙如果这个币赢了，他就晋级了。如果他输了呢？输了搞不好要打一个加强一的比赛啊。可以一笑而过啊，晚上。目前我龙的话首发已经没有了，中间是随机的东丈，手底剩了压轴的神乐切赫，口地这里首发也是没有了，中间是选真克里斯，手底也是一个东丈，两人的运气真的是很相像，都随到同样一个人物东丈。好，空房，我龙现在还是尝试打这个地面上这波阵地战。大口，你刚飞第一段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刚才其实应该刚飞第一的。好，滑错，还有9秒8秒留给口地，时间也不多，口地前冲起跳，其实他刚才应该刚 CD 也压制啊。好，东丈打东丈，重手风里乱跳，一个原地的小跳重脚破了鼻祖的蹲防，我龙终于赢了一次啊。好，这个极限的这个小木鸭确认圣龙，那现在口地现在是3气在手，暴击状态。火龙的话，好，这个力回战跳漂亮，急腿直接，再打一腿成龙要晕了，刚 CD 了。火龙现在表情应该很凝重。圣龙对空 counter， 还有3颗气动障，不慌，火龙现在有2气在手也不慌，打前置助词。进半边，刚 CD 一段，我龙，哎呀，不会吧！6秒留给成龙，时间已经不多，结果我龙输了第一分。武汉好神龙害了他呀！给大口点个赞啊！给大口点个赞，活捉了啊！活捉了！火龙大喊一句：“妈的好气！”怎么回事啊？大口今天晚上这么横啊，这么硬！大家预测一下这个币谁赢？成龙还大口这个币？欢迎遗忘加入咱们的粉丝啊，感谢您的支持。锤死我龙，人人有责。锤死我龙，人人有责。我去。感谢大王海景房兄弟的热干面支持啊，谢谢。没有站榜的小伙伴可以站一下，今天晚上咱们的榜单啊，站一下咱们的榜，支持一下咱们这个小众游戏小主播。欢迎别动哥从后面来，感谢你的大啤酒啊。这一个币打下来，安迪圣龙打的输出还是可以的，给了成龙一记重创。目前我龙的直了这个被一脚踹在脸上，
精致的小鼻子留下一个大脚印，好疼。欢迎和睦寿司朋友，晚上好。我不是小主播，我是小主播，我们这是非常小众的游戏啊，小主播。好，安迪要打媳妇了啊，弟弟晚上谁输了谁上下面。钢 CD， 那成龙现在只能被动的采取钢 CD 一个套路，消耗自己的气。好了，连续重手确认出一个龙焰舞。有没有合池啊？合池已经被淘汰了，兄弟啊！合池拿了300啊，拿了低保。欢迎如果一切重来，又是一个超级战忍风，果然比分打成1-1。这个比赛打得很牛逼了，给卧龙点个赞。300海底捞啊，我估计吃不大饱，只能去吃旋转小火锅了啊。我们来预测一下，这个是现在赛点局，你觉得谁能笑到最后啊？欢迎重拳兄弟来了，晚上重拳。好，那这里首发是上了80%打对方轻压射，大口发动百变的一个猛攻，火龙现在想出去啊。兄弟有话好说啊，我要出去。好，那现在双方出这样的攻防转换之后，哎呦我去，成龙现在就是拼命的推轻手啊，不要你不要过来，过来我会打死你。下盘轻腿轻手，那确认出葵花，那现在又是钢铁钉，现在又被偷到下盘。火龙现在一着急忙慌，下盘再次失手了，给了大口连续的两段下段偷袭成功机会。目前口地没有上宇宙对枪草，对，感谢重拳登场。哎，想抓人了，空投，这个是不知火的一个强项，跟他拼空战，八神真的是不是特别的擅长了。原地的得成龙判的失误，想抓一个头，好，近身的战斗头。那现在的比赛是来到了口地的中间，真客来打不知火舞。不知火舞在线上来说，其实怎么说呢，啊，克里斯还是4-6吧。我要围断，现在又是空投，你没发现啊，我龙对空投这个判定掌握的非常的厉害啊，玩了这么多年啊，他对于不知火舞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了解超越他自己的身体。来，我们来看成龙，好吧，好像不禁夸呀，一夸就凉吗？真的凉了。小孩没被淘汰啊，小孩已经晋级了。哇，这个确认给力啊，大口这次终于确认成功了，三段波。对于柱次来说，钢 CD 一段进板边，三段波带压制滑错，下轻腿再，不是吧，成龙输给了口弟，成龙输给了大口。那大口成龙1-2被大口反杀，太精彩了。接下来是猴头打的大口啊，口地威武，给大口刷个赞，兄弟们，妈的好气啊。